要求多少？上楼要求37。这现在57了。现在57。你们这样经常撤吗？做这个活很少，很少撤，没有谁要求撤的。东西一般就是像这种，一般就是。根据材料嘛，是吧？对，一般就厂家提供过来。对。刘总，这里新上来一台立式锯，可以锯1.5米宽的，长度可以任意加长，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。